很紧张吗？两位？不会，啊，不会，对啊，你们是知道。但是想不到，就之后 video 播出还会有我们的幕后花絮。有啊有啊，像刚刚那些，因为其实我们自己都没有看过哎。对，真的吗？从来都没看过。最近看了两集就觉得，哎，怎么会被偷拍？对啊，怎么会有幕后花絮？我们要那个记者会，除了让大家知道说在 Video 播有那个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幕后花絮，我们今天记者会也要让大家听到别的地方没有听过的事。所以接下来我找一个人进来访问一下，就是导演 Danny 先生。哎，导演，嗨嗨，导演，导演来，哎，麦克风，麦克风来，快点。导演好紧张，导演你要坐哪边？你要跟刘宇豪坐吗？还是你要坐李千娜这边？这个会比较安全感一点。真的吗？别我坐。不行啊，你怎么走外边的感觉不行？还是他觉得坐在我旁边比较紧张？我觉得没有，他想要让那个你旁边有两个帅哥包围，这样被围攻的感觉。有。导演，那个谢谢你帮大家把刘宇豪衣服脱掉。哦，没问题，要照顾观众。啊，真的真的，我就知道你心里头就是心心念念都是观众。然后拍这部戏的时候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一段作品啊，然后他们两个也偷偷泄露一下那个你拍戏的小心机。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说，我觉得要比较真实，那场要制造一点那种尴尬的感觉，因为如果他们都有预期心理，就是他们就是说，就是他们已经预期到，就到那个 moment 会停下来。是，可是就是对 Chloe 来讲，那场戏他是没有预期这个东西会发生的。你有预期吗？要干嘛都可以。对，所以说就是。我跟以豪讲说，就是我不要让他就继续进行下去，对，那让他没有 expect 到这一点，这样子那个 moment 才会就是比较真实。可是他们自己停下来的那个地方，是你觉得还可以吗？还是你其实还要想要再继续？我就是用那个，真的，我觉得那可以最真实，真的，那感觉最对，好帅。不会，所以他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就是听导演讲话，有时候要那个注意一下导演的行为。对，不能相信。不会啦，但是导演这样安排之后，让那个戏就更饱满一点啦。你现在应该是满心感谢。你跟导演合作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导演是一个很要求的人，真的。所以一开始会觉得哇，压力蛮大，是，就是一直怕做不到他要，因为就一直 retake 这样，然后磨到最后就觉得很丧气，就觉得好沮丧啊，怎么？天哪，你磨眼还会丧气？就因为他一直在磨戏，然后一直 retake， 我就这样子，你干嘛这么要求？好像自己不会演戏，你知道吗？好像自己不怎么啊，真的。然后要跟五哥对戏的时候，然后跟他们对戏，就是有三个男神，那每一个人的东西给你跟三个男神对戏，哎，了不起，快拜，哇，快拜。对啊，那那一位那个导演讲一下刘宇豪，很大的空间让我们去玩，然后也给了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有时候自己还是会有点迷惘。是，对，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对我们两个人的挑战性应该蛮大的。对，因为我其实没有演过那么火爆加，真的觉得有时候觉得，真的你刚蛮凶的，真是够了，哦，真是够了，真是够。然后几乎每天都在生气，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天拍一两场戏吧，可就觉得演完回到家就是，哇妈，我好累哦，天哪，超累的，真的，情绪都很满。以豪本人跟 Rex 真的差很多，真的是差蛮多。所以大家刚刚从这段，就是今天的这场记者会当中，特别把以豪跟千娜请来。那当然除了就是，很开心的有这样的一个那个Me Too 跟 Vidal 的合作，那也是在你们拍完戏之后，这个很正式。这一场这样的发布嘛，让把自己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很喜欢的，然后可以跟大家做介绍。最后好不好？各讲十秒钟，告诉 Vidal 的会员，请他们要准时追剧一下。哎，不用准时哎，随时都可以看。对，导演你先啦，没关系啦，你不要客气啦。这次导演好害羞，一直弄他。表现都非常好啊，对，我很满意。然后我觉得剧组每个人都蛮辛苦努力，想要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。是，哎，千娜也跟那个。是哦，先谢谢三立还有那个 Vidal， 因为真的有很大的平台可以让我们迷途被大家看见，很感谢大家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，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努力，然后拍出一个好作品，然后。我觉得剧本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对啊，就是有一个很棒的作品，然后就让 Vidal 这个地方也可以来做播出嘛，对不对？刘宇豪先生，就很谢谢大家，谢谢 Vidal 这个平台，因为记得那时候我们拍戏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非常认真，然后非常努力把这部戏做到最好，是。然后现在其实还坐在一起，还是会想到那时候一起拍片的辛苦的那个模样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看，然后一起支持。
真的就是好的作品，然后希望能够透过新媒体这样的播放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对不对？然后尤其在 Vito 这个地方会有那么多，那希望也可以因为更多的点击，让《迷途》这个剧，那除了在 Vito、NTV、Choco TV 在，尤其在 Vito 这个地方，可以让更多人去能够去观赏。而且我们还有那个独家片花，好不好？请大家来看那个 Vito 里面为大家特别呈现的事情。谢谢三位，谢谢大家，记得我先到这个地方结束，拍手，谢谢大家，线上直播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导演，导演先留步，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些那个拍照安排。